福山国学院附属学校，在创办之初便以思接千载，聚焦未来。学校创办人、著名国学大师、中国式管理之父曾仕强教授，以步步领先的大预言，以天地育人的大智慧，以学做人、为家国的大情怀，以15年一贯制的大格局，倾力培养能在20年后问鼎世界、开创时代的经世。